是诈骗啊。重点是就是他传一些什么段子，同一个诈骗给你，叫你说你叫你要汇款啊什么什么的，对，你不买点数我就要对你怎样嘛。对，然后就是但是抄我家地址，那不会不会啊，他不会去啦。那他为什么那么凶啊？因为他要骗你的钱啊。他们还没骗你的钱啊。那为什么他一直骂脏话啊？因为你怕了，你就会汇钱给他。对啊，你就怕他来找你，你就会汇钱给他。我现在怎么办？你钱你有买了吗？还是没买？因为我觉得怪怪的。我觉得很可怕，因为他一直骂脏话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没有，就直接挂他电话就好了。真的挂他掉？是跟他加 Line， 是不是？就是我是跟我的朋友加 Line， 但是搞到最后就是变这样。你跟你的朋友加 Line 哪个？你的朋友是不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？类似。对嘛，就交友软体嘛，哦，你打开我帮你设定就好了，但是那可以封锁啊，直接帮你封锁就好了，